早吃羊肉，恨不得把汤要给喝了，全部吃光光啊！入冬一碗羊肉汤，不用神仙开药方。在武汉专业做羊肉十多年啊，坚持用高品质羊肉啊，还得是福宝羊肉。在福宝吃羊肉啊，两个招牌一定要点，一个是红焖羊肉，一个是清汤羊肉。它的红焖羊肉就是羊肉加胡萝卜，小火慢炖出来的，每一块羊肉软烂入味，然后有夹着胡萝卜那么的清甜，有一点点酸味啊，更多的是鲜。清汤羊肉全部是大片的羊肉，汤是又浓又白。不管是红烧的、清炖的还是烤的，品质味道在武汉都是标杆。